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馄饨，来看一下 APEC 假日特卖第二天的免费游戏哦。那就往下拉嘛，在这边，那记得每天来看一下。你看到的时候可能时间已经结束了，那现在还剩下13个小时就结束。OK，那就我要再开吗？其实我有弄一个分页，又开一个分页。好，那今天送的是一款赛车游戏哦。那好像可以四人同乐吗？我看它分割画面有4个，只是这个画质，这画质没有现在那个比较精致的赛车游戏那么精致吗？那看上去应该还是蛮好玩的啊，可以下载来玩玩看。然后好像有一个免费的 DLC，是不是这个哦？那一样记得也一起领起来。他妈有支援繁体中文，那领取期限非常短，到隔天就结束哦。那如果记得的话，记得每天去刷一下那个佩哥的首页啊，每天都领一下，他好像会持续15天哦。诶，到12月31号啊，加15天。好吧，那记得就这段时间每天去刷一下，不然错过好像有点可惜。说不定里面就有一款你想玩的游戏这样。好啦，在那个 Steam 也有页面哦。现在是最近是极度好评啊，之前是压倒性的好评。2018年的游戏，哎呀，这是不是一直免费的 DLC？哦，那就你这个4个人到底要怎么玩呢、啊？键盘滑鼠，好吧，我也不知道4个人要怎么操作，我没有抓来玩玩看。评论好像都还不错啊。只有方向键连甩尾都不用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有兴趣的可以抓下来玩玩看哦。那差不多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